好了，可不止三十斤啊，不止三十斤。你自己不得劲儿吧？别闹哥没来吧？欢迎新来的哥哥啊，没点关注点关注啊。不是草鱼就是青鱼，我瞅着是黑脑袋。草鱼啊，那应该是草鱼啊，草鱼。我没在跟前，我帮他抄什么呀？就是我在跟前，我也帮不上忙，我不会抄。带抄网了，带抄网了，多溜一会儿，多溜一会儿，怕那个什么，怕跑了啊！慢点儿，慢点儿，别摔了。你抄网呢？他附近全是草，所以说不好弄。没带人，今天那个别闹哥去的晚。欢迎英雄哥哥啊，上鱼了啊！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，哥哥们。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哥哥们，把关注点点啊！上鱼了啊，上鱼了！今天钓的巨物，这鱼应该能挺大啊，挺大，我刚看到脑袋了，慢点啊，慢点！这全是草，全是草啊，不好抄。我操，老鸡巴大了！欢迎老王哥哥啊！点点关注啊，没点关注点关注啊，把关注点点。草鱼应该是啊，反正挺大的，我看头挺大的，具体多少斤？肯定十斤以上，我感觉应该是。100斤，100斤不现实啊，100斤把我大哥拽河里了。别着急啊，别着急啊，慢慢来。他家上回鱼特别不容易啊，上这么大，尤其上这么大的更不容易。他家的鱼都挺大的，都挺好的，但不爱咬。欢迎齐天大圣哥哥啊，这是第一尾啊，第一尾，巨物啊，不好上。对，稳当呢，稳当呢，别着急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在边上呢啊，在边上呢，还折腾呢。我这抽网小啊。你没换那个大抽网头啊？啊，对，巨物啊，巨物，今天钓巨物。看不到人，先看不着人了，看鱼吧，鱼搁水里呢。
是炒多不好炒，玩儿它的抄网还小，没有这个大，没有鱼大吧？应该，就他自己还30斤开外啊，30斤30斤开外啊！谢谢我蜜哥送的那个奖品巴掌啊，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，有礼物给我们走走礼物啊，把礼物走一走。那你就多溜一会儿吧，多溜一会儿啊，多溜一会儿。谢谢我唯一弟弟送的那个棒棒糖啊！谢谢唯一弟弟送的棒棒糖。他家鱼都挺大的啊，上了就不容易啊！咔咔咔咔，看看看到没？看到那个，那是林呐、啊、奇呀、啊、什么呀？谢谢那个小黄水果哥哥啊！快进！那你一会儿看回放，他就能快进了啊！现在快进不了，现在他就他自己，然后抄网还不够大，他得多溜一会儿，怕跑了啊，怕跑了。刚才那是尾巴吗？我也不知道是啥玩意儿，反正我刚才看着头了。糖费30啊，30，对，备，应该是备齐，我30块钱啊，30块钱一天，可以用2把杆，还可以吃他家这个。那个李子啊，他家李子特别甜。他家鱼不回收啊，不回收。可以打走，你可以把他鱼带走啊。他家鱼不回收，这是野坑啊，野坑，就是老农自己圈的地啊，圈的地。你10个人去10个人空军，他可不便宜啥的。在哪？在那个湖台，沈阳的湖台啊，鱼可以带走的啊，鱼当然可以带走啊。你鱼不当然带走，搁这钓啥呀？他10个人来10个人空军，他还不让鱼带走啊？5斤肯定不止啊，5斤肯定不止，因为我看到他头了，头特别大。这鱼你要了？拍卖啊！我一会儿我拍卖了啊！我把鱼拍卖，搁群里头。这条鱼30斤开外，啊，你们那1小时50啊？那你们挺贵呀、包邮不包邮？拍卖还包邮啊？没有人啊，他身边没人，就他自己。拍卖。开抢，等上来再抢啊！别拍卖完之后再跑了。他身边没有人啊，他身边没有人，要有人就帮他抄了，没有人只能他自己来。手杆不大雾。手杆博大雾，200元你要了？拍卖放生啊，对，拍卖放生行。多少斤啊？他这个呀、啊，他这得将近30斤吧？没看着呢。我大哥说得30斤，我宝哥说这时候是不是特别想他？全不要钱钓啊，不要钱钓行啊？他不，你用的是5米4的吗？6米3呢？用6米3呢？你这个是选那个浮钓还是那个钓底了？钓底啊，那是玉米钓的底啊，玉米钓的底。啊，慢慢来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啊，但是挺累哈、啊。欢迎我老王哥哥。没有，现在就跟岸边来回扑腾呢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这地方不错啊，地方环境什么都挺好的，而且老板人也特别好啊。那个每次去了哈，还给我们拿李子吃什么的，这家李子特别甜。谢谢雪夜哥哥送的那个一个棒棒糖啊，4.5，我上18斤打头30分钟，他6.3，没压力。